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插个队吗？我……那你先去吧。啊，谢谢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插个队吗？说话时有刻意变调很多，我冥想喉结滚动，下颌上的安青色是长期刮胡子留下的印记。步美，你在外面等妈妈。果然，正常人上厕所脚尖不会朝向侧方。